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智觉知，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已经讲了邪业和正业。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篇经文里面佛陀所讲到的邪命。经文这么样说。Tatrapi kawe samatiti bubang kama hoti. Katanjapi kawe samatiti bubang kama hoti. Micha ajiwang micha ajiwoti janati. Sama ajiwang sama ajiwoti pajanati. Sasa hoti samatiti. 诸比丘，其中正见为先导。诸比丘，如何正见为先导呢？了知邪命为邪命，了知正命为正命，这是他的正见。佛陀在这里就讲到了，以正见为先导，是指要知道什么是邪命，什么是正命。邪命 Miccha Ajivo 的 Miccha 是不正当的。阿基沃执意为命，也就是活命啊，为生的方式，谋生的方式，生计。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谋生方式，或者说不正当的职业。正命萨玛阿基沃的正是指正确的、正当的。阿基窝是指职业、活命、谋生的方式、为生的方式。所以在这里，佛陀就讲到，正见很重要。为什么说正见很重要呢？作为正见来说，他必须得要清楚什么是正当的谋生方式，什么是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对于在家人来说呢，是指要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业、正当的职业，什么是不正当的行业。佛陀接着这么样说：Gatamo jipi kawe micha ajiwo guhana lapana nemi tikanta nipesi kata lapena lapang nijikit sanata ayam pi kawe micha ajiwo。诸比丘，什么是邪命？诡诈、虚谈、做暗示、诈骗、以利求利，诸比丘，这是邪命。佛陀在这里举出了五种邪命的方式，但是邪命的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出家人的，一类是针对在家人的。对出家人来说，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获取供养来维生的方式；对在家人来说，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职业，或者说去赚不正当的钱，钱财来路是不正当的。在这里，我们就先讲一讲出家人的邪命。出家人的邪命有很多类型，在佛陀制定的巴蒂木卡学处里面，就有好几条和邪命有关的。例如，一位比丘还是凡夫，他骗人说他自己是圣子；一位比丘还没有禅那，他妄称自己有禅那；一位比丘没有神通，他妄称自己有神通。他通过
说自己有超越常人的殊胜体验，来骗取信徒、骗取施主们的信心、供养。所获得的这些供养都是显应。又比如，一位比丘如果去帮人做媒，这个女孩子多好啊，这个男孩子多好，如果他们结婚了怎么样啊？这些去做媒获得的也是邪命，或者说，去祈求一些好吃的东西，施主还没有邀请，就说我想要吃什么什么我想要吃什么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属于邪命。哪怕一位比丘只是去乞讨饭，例如说一位比丘去托钵，那施主就给钱，比丘说我不要钱啊，我只要饭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比丘如果接到了饭，犯不犯戒？犯戒，也是邪命。为什么？因为他开口向施主说："我要饭啊，我要饭菜就可以，我不要钱，我要饭菜就可以。"这个也是犯邪命。而在经文里面，这里讲到的诡诈、虚谈、做暗示、诈骗、以利求利，也是一位出家人如果用这些方式来获取了任何的供养。都算是邪命，就是不正当的供养。诡诈是指一些出家人他，装自己装得很有修行，或者说把自己装得很少欲知足。例如，有些出家人啊，他恶欲，他心里面被欲所打败，他为了要骗取人的供养啊，所以假装自己住得破破烂烂，或者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然后呢，那些施主，哎呀，这个人很有修行啊，这个人是少欲知足的，于是就为他建很好的故地呀，为他建很好的房所啊，供养他袈裟啊。然后或者说有些出家人，他吃得很寒酸酸啊，饭掉到地上里头，故意要在施主面前把它捡起来吃啊。然后呢，那些施主们哇，这个出家人很有修行，也是去供养他。这一种骗取施主、骗取信徒们信心的这些伎俩就称为诡诈。又或者说有些出家人。他装着少欲知足，施主们拿东西供养的时候，哎，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啊，你拿去用，我不需要，我真的是不需要啊。但事实上，他的心里面就想啊，我通过拒绝的时候，他们会拿更多的供养给我。那么，这种就成为诡诈。又例如说，有些出家人他。假装着自己非常有修行他故意要在那些在家人看得到的地方去禅坐或者说装着自己很认真、很专注的修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施主们看到哦，这个人很有修行，这个人很精进我一定要供养他。那么这也是属于诡诈。又比如说。有一些出家人，他自己经常暗示自己有禅定有神通或者说有一些超越常人的能力他想通过这些方法去骗取施主、骗取信徒们的信心，而所做的这些任何。不适当的行为而获得的供养都是邪命，甚至有一些出家人，他
心里面被欲望所污染，但是他故意在在家人面前谈一些很高深、很微妙的法，谈一些出世间的法啊等等，就装着自己非常之有学问，自己非常之有修养，自己懂得非常之多，这样来去骗取施主们的恭敬供养，这也是属于邪命。而这些方式都称为诡诈。那虚谈呢？虚谈是指做一些无意义的谈话、谈论来，让施主们做供养。例如，有些出家人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是来邀请我吗？你是不是来做供养啊？”又或者说，有些出家人他说：“某某部长啊，某某县长啊，他都是我的弟子啊，或者说他都来皈依我了你看我的弟子有多少多少啊，我的弟子怎么怎么样啊？”用这种方式来去自吹自捧，这称为虚谈。又或者说去。故意去拍在家人的马屁去阿谀奉承例如说跟他说这位大施主怎么样这位大长子怎么样，用这样来去抬高在家人，又或者说这么样说，施主你去年这个时候你都供养了，为什么今年你还没有供养等等，类似这些。还有呢，是专门为了契合，为了迎合在家人的一些口味，说一些，令在家人很欢喜，然后能够供养的话，这些也是属于这里讲到的虚谈。做暗示呢，做暗示呢是用身体的行为或者语言来暗示，使施主们做供养。例如说，一个出家人他看到了施主有一件东西，然后他故意拿起来看。例如说，他看到了一个手表，他说：“这个手表有多少功能啊？这手表挺好的啊。”或者说他看到了一个手机，哎呀，这手机怎么样？这手机很新款这个不知道出家人可不可以拥有呢？类似这么样这些就称为做暗示。也就是说，他用迂回的曲直的方式去提醒、去暗示在家人你要供养你要拿这些东西来供养。诈骗呢，有的又翻译为嗔骂。他的意思有时候是用一些很轻蔑的语言去说那些施主，或者是有时候当施主不供养的时候，他会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会去嘲笑或者去骂戾在家人，甚至去恐吓在家人。或者说，如果在家人不供养的话，他就要去诋毁他，去从其他各个方面去说他的不好，给在家人施加压力，然后达到在家人去供养他的目的。一利求利，是指把其他施主们给他的东西再去赠送给其他的施主、其他的信徒，为了要让那些施主们产生信心例如说，有些出家人，他拿一些水果拿一些食物去送给其他的施主、其他的在家人，或者说他拿一些糖果去给
施主们的小孩子啊，去哄他，然后呢，使这些受到赠送的在家人很感激啊，出家人啊，认为这个出家人很慈悲啊，这个出家人很有爱心，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就称为以利求利。以利求利，这里的利呢，就是自己所拥有的物品，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然后再去转送给其他的在家人，然后呢，其他的在家人对这个出家人有好感啊，认为这个出家人很亲切啊，这个出家人很和蔼可亲啊，然后对他产生了信心或产生了亲和，然后去供养恭敬他，这一种做法就称为以利求利，而这一个出家人因为这些方式而获得的任何供养物品都是邪命。当然呢，作为出家人来说，如果是送与佛法有关的，那就没关系。例如送佛像啊，送经书啊等等给在家人，或者送一些光碟，与佛法有关的给在家人也是没有，这个就没有错的。只不过呢，如果他是送一些物品啊，送水果、送一些生活用品啊等等，那这个就会有问题。而在《长部的梵网经》和《沙门果经》里面，佛陀又提到了很多出家人不应该做的邪命啊，也就是说，佛陀在经典里面就提到了，当时的很多出家人都在做这一类的事情而获取的供养。例如在《沙门果经》里讲的，就犹如一些受尊敬的沙门婆罗门受用信施之时，他们却依畜生民邪命过活，就是他们以一些低等的畜生民来去骗取人的供养，例如说帮人看相啊，帮人占相啊、预测啊、占梦啊，帮人念咒啊，帮人做火供啊，去做预言呢、还有去帮人许愿呢、帮人择吉择日子啊，去帮人做祭祀啊，看风水啊，算命啊，去驱鬼啊，甚至包括一个出家人帮在家人看病等，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不正当的，都是属于非行，而由于这一些方式、这些方法而获得的任何供养都是邪命。还有呢，如果是一个出家人，他在施主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向施主要求任何的东西，当然除了生病啊，他现在生病必须得用这种药，例如说现在他的手挂伤了，他向在家人要点药，这个是可以。但如果是要衣服啊，要衣服呢，要袈裟呢，除非他的袈裟被抢掉了啊，被抢走了啊，光着身子，那这个时候可以要衣服。否则呢，像自己有袈裟穿，向在家人要袈裟啊，向在家人要东西吃，向在家人要这个要那个，只要对方是非血亲，就是他不是亲戚，是一般的施主，那他要的任何东西，在要的时候就犯戒犯恶作，在获得的时候就犯邪命，所以呢，一个出家人来说呢，邪命是很多的。又例如说，一个出家人如果做买卖啊，哪怕是卖佛像啊、卖经书啊、卖念珠啊等等啊，他所做的这些任何的东西所获得的都是犯邪命啊。或者说，一个出家人如果是耕田呐、帮人送信呐、帮人传达信息呀、为在家人做跑腿啊，所有这些都是犯邪命。因此，一位出家人的正命是当施主们出于信心恭敬心去主动的供养出家人，获得的这种供养才是正命，而用其他那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的供养都是邪命。甚至一位比丘用想要祈求获得供养的心来说法，
他说的法都是不清净的，因为被他的动机所污染。如果一位比丘、一位出家人说法纯粹只是为了利乐众生，为了让正法久住，这个是正当的。如果是为了获取供养啊，例如说，现在有一些就是说请去说法啊，要买门票啊，或者要收费啊，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正当的。所以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他要维持正命，是他必须得要很好的守护好自己的这一条学处啊，就是活命变境界。那在家人的邪命呢？佛陀提到了五种职业，在增支部第五集第117经，佛陀这么说：诸比丘有这五种买卖是近视男不应做的，也就是一位在家居士不应从事五种职业、五种交易，哪五种呢？刀枪的买卖、友情的买卖、肉的买卖、酒的买卖、毒药的买卖，诸比丘，乃此五种买卖是近视男不应做的。一位在家佛弟子，他不应该去贩卖武器、刀枪，他不应该贩卖人口，他也不应该去饲养供屠宰用的畜生，例如养鸡呀、养猪啊、养鱼啊等啊，养这些都是供人屠宰的。然后他不应该去贩卖烟酒，而不应该去制作贩卖烟酒等麻醉品，还有他不应该去贩卖毒药。这五种职业，如果一位居士去从事的话，就犯邪命。同时，在译注里面又讲到，由于职业等原因而导致的杀生等七种业道之私都是邪命，所以这里讲到，在此并非只是圣典中所提到的才是邪命，只要是为了职业的原因、为了活命的原因而去杀生、去不逾矩、欲邪行、去说虚妄语等，这些都是属于邪命。那在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做生意的人，他喜欢说不真实的话，例如这件衣服，他进货如果是100块的话，那它的标价可能是300块，然后当那些消费者那些他想要买的时候，他说能不能便宜啊？他说不能便宜，我进货都已经200块了啊。那如果是这么样的话呢？由于他为了要谋生，他去说骗人的话，他说的骗人的话，在这个时候性质上属于虚妄语，但事实上是属于邪命。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些骗人的话，要归类并不归于邪语那部分，而是归于邪命这个部分。又比如说，有些人去开酒店，或者开餐馆，他经常要杀很多的动物例如说杀鱼啊、杀鸡呀。那他开餐馆而从事杀，对于如果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他就从事邪命。那做厨师也是怎么样如果他要去杀鸡呀、杀鱼杀蛇等，这些都是属于邪命。所以呢，与杀生、与偷抢、偷东西、与欲邪行，就是与邪淫、与虚妄语、与离间语、与粗恶语、与杂秽语这七种有关的，他的目的动机是为了赚钱，为了谋生，或者因为职业上的原因去做的，就称为邪命。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讲到了邪命，在经文里面只是讲到举出家人的例子，
但对于出家人来说，事实上，邪命的范围是很广的，就犹如在清净之道的说戒品里面，有讲到。而对于在家人的邪命呢，也是经文里面在巴利圣典里面提到的五种，但是事实上包括了任何通过杀生、偷取、偷抢跟欲邪行说希望语等有关而获得的钱财，或者说用这种方式去谋生，都属于邪命。那好，我们今天讲邪命这一个部分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讲再继续来学习什么是正命。沙土沙土沙土，伊达米布娘，阿萨瓦克呀，瓦杭霍都，伊达米布娘。Nipanasa Pache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ng Bhajemi Deisapei Mei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愿我此功德，刀向猪肉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杜，萨杜，萨杜。